你的是谁的孩子是谁的？要么离婚，要么让你弟弟妹妹独立。如果不是说这个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我不离，不要再吵架，要相亲相爱的过日子。我们最好都不要干涉彼此的人生。你不想当我们家的人？大哥要保重。为何那样？奉上先生，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，优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